今天怎么怪怪的？过来，坐姑的旁边。啊，不好吧？经理，君上叫你过去，你就去吧。哦。开始吧。奏乐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把我丢给那个老妖婆。师妹，怀念你的屋里吗？三生花，你七七，你永远斗不过我的。来人，抓住妖女！杀了她！留不住！杀了这个妖女！杀了她！相信我，你们相信我，我不是妖女，是她，她是三生花，我不是妖女。放开他！他不是妖女！我是妖女！君上！真的是君上？怎么可能？君上，是不可能是君上。来人，将君上带回寝殿休息，他狼毒发作了。狼毒？狼毒什么？太妃如何知晓？最近一段时间，府里常有人莫名失踪，本殿命人去调查，才无意中发现了君上，他身中狼毒之事。太妃娘娘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一期的堂堂君上，居然是个中了狼毒的怪物，一期之祸呀！这不是你们正想看到的吗？狼毒发作，除人血无药可治，只要牺牲几条性命，君上他就能恢复人形。各位大人，你们谁愿意为义旗奉献生命呢？一个怪物，一个妖女，竟然站在义旗权力的顶端。我说众同僚们，你们真心甘愿任由这个怪物操控吗？给我拿下！
君上公然伤害百官，天老夫斗胆代表天子废除吕敖君上之位。来人，拿下这个妖怪和妖女。